利福尼亚州北部的 Shasta Cascade 地区有着丰富的公共土地、广阔的国家公园，不但远离快节奏的城市生活，更是发现自然和享受自然的最佳旅游胜地。欢迎来到加州的 Shasta Cascade， 此刻您是否也跟我一样迫不及待地去探索这片独特的区域呢？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加州北部的拉森火山国家公园有座火山叫拉森峰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穹顶火山之一。这座火山让我亲眼看到后印象颇为深刻，想要清楚地看到火山活动，最好就在邦帕斯地狱小径。邦帕斯地狱小径简单易行，适合家庭远足，途中可以看到冒泡的泥浆和沸腾的温泉等火山活动。雷丁是这个区域中心的主要城市，往雷丁东部，我们来到了被美国总统泰迪·罗斯福命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伯尼瀑布。眼前壮观的伯尼瀑布简直让我惊叹，此时此刻，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然。这里附近另一个标志性的体验就是琼斯谷度假村的 Shasta 河船屋，那可真的是个独一无二的体验，沿途的美景让人惊叹，是个非常休闲的家庭娱乐活动。经历完船屋，我们想要去海龟湾探索公园，看看这些可以捧在手上的动物们。雷丁的海龟湾探索公园非常有趣，里面有很多景点，也有展览馆、植物园和动物等，适合各种年龄段的游客。海龟湾的日晷桥是大型日晷的影子，它横穿雷丁的中心萨克拉门托河，是个欣赏日落的好地方。Shasta Cascade 地区无疑是户外冒险的最佳去处，花上一个周末的时间与家人朋友徒步火山探索自然，或者试一下船屋，还有其他各种活动，这些都会给您留下终身的回忆。 Shasta Cascade 欢迎您的到来。